如果总院要把志豪换掉，也是没有问题。严武龙，代理院长。你是不是跟病院安尼办的拢唔管，规气管管个严？你现在的做法，只是让仁泰医院变成以前那个堕落的样子。爱有这所在，有一间上好的病院，真理只有一个，院长也只能有一个。2月25号起，晚间8点到10点，东森戏剧台《艾尔利集团生命捕手》第二季。